勋近期主演《模范计程车》第二季，凭借精湛演技再度受到大批剧迷好评。最近他展开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，日前宣布七月即将来台湾举办见面会，和台湾粉丝面对面互动，这也是他出道首度来台湾举办见面会。最近主办单位在脸书公布见面会的详细资讯，发文表示见面会举办时间将在7月2日晚上6点开始，地点是在新北市新庄 Zip New Taipei， 售票日期是在6月10日下午1点14分开卖，与 iPhone 售票系统机台以及网络同步贩售。售票资讯的消息曝光后，令大批李太太都兴奋不已，纷纷准备要手到抢票啦。另外还有网友留言表示，是否有机会可以请许光汉当特别嘉宾呢？很希望在百想艺术大赏看到两人一起担任颁奖人后，能在台湾再看到两人合体啊。